当我们要开始让制程的时候呢，第一个要先把那个提篮放到上货区去，放好以后呢，关闭上货区门，然后按制程启动，制程启动按完，按准备完成，那个手臂就会自动来做你的动作。那第一个步骤呢，是从上货区夹货到那个 A 计槽上面去。当放货到 A 计槽去的时候呢 ，A 计槽的那个配方就会开始工作。那手臂会脱离那个提篮，然后手臂回到 QDR 的地区。在 A 计槽的时间到达的时候，它会来抓取提篮。放货到 QDR 槽去，当放货完成的时候 QDR 的制程会启动。那第一个步骤是上格水加排放，再来是上格水加下格水，再来是溢流的动作，QDR 的制程完成了，由 QDR 取货。那这边有一个吹干的动作。放货至 V 计槽，然后 V 计槽的制程会开始启动，那手臂会回到 QDR 槽的位置。V 计槽时间到达，那它会到 V 计槽来取货，然后放到 QDR2 的位置。放货至 QDR2 槽。QDR2 槽的制程启动。
那目前是溢流的动作，溢流加水煮的动作。当水煮值到达 Julia 的制程完成。手臂机过来取货，由 QDR2 取货到 FR 槽去。换货是 FR 槽。FR 槽执行它的制程，那第一个步骤就是下给水加超音波。那目前在 FR 制程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抽干槽就会经过预热的动作，所以这样有时间可以准备。到下货区去，吹干槽取货。完成品放置下货区。蜂鸣器就响起，提醒那个操作者来取货。